度更大，宽容度更大。你在 YouTube 上面都有脑差？有差，有差，也有差，蛮明显。但因为我上次是八，所以换的话，换的话蛮有感。好，我们今天又是跟刚刚的。你觉得你的观众有差吗？有差，我们是质感的 YouTuber。今天呢，我们又跟刚刚准备要出游，最近好像在公路上骑车比较少，都在工作。然后终于我们今天又可以出游了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我今天反正我们都要出游嘛。然后我出门的时候，我就在想说，既然要拍，我们就来拍点主题的。所以我在想啊，等一下啊，邓刚，等一下，我们上去之后骑一段之后，我们换车，因为我其实我已经忘记原厂是什么样子，然后呢，他也没骑过改的差不多的车到底怎么样，因为我现在轮框、磁盘、刹车皮、艾瑞斯、排气管这些都改了，除了很明显很吵之外，我想他应该不知道整体骑起来会是什么样的感觉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换一下，然后我们到。今天我们的路线是106，然后106之后我们去一个铁道咖啡馆。对啊，上次我们拍什么专案在这边啊？啊 ，GoGoRo， 那时候跟佩佩骑 GoGoRo，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到铁道咖啡馆，然后再来聊聊。许久不见到刚刚的车，看他改什么，改了一个置物包，然后其他都没变啊，我的车是变化比较大，滑胎板、越野板，干下雨哦，靠背啊，上次好像也是这样。刚刚下雨耶，我看一下图啊，前面在下雨，下雨怎么办？下雨还要上吗？啊，下雨喂，要上。那我们去那个东木河好了。拍照，这边有件事。啊，新的功夫。啊！既然今天很废，那我们就来拍拍照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今天带的一样是我的富士X14，然后焦段带56 Sigma 的56 Sigma 的56。这里很有森林感诶，看，各位看，这里很有森林感。然后我完全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啊，因为之前我们骑到平林也不会走这一条。低角度就对了，这样才可以把森林的那个高耸的感觉拍出来。只有你有换刹车皮吗？没有啊。那为什么你是懒的？还是原厂就懒的？原厂就懒换，没有换。是哦。对。好了，你大家可以试试看我的。可以骑我吗？可以啊，我也好久没骑原厂了。看看原厂到底有多烂。OK 看看我没有了，看看我花这么多钱到底有差多少。哇，你坐上去车子变好低哦！啊，是你太重还是车子本来就那么低？是吧？你拍一张，你家就寄过来，我帮你拍一张。真的哦。啊、哦，因为我避震器还没改啦，所以坐上去好低哦。改完就会比较好看。
热的好了，热的东木和包种茶。东木，对，就是什么东山河啦，干，白痴哦、喔！你想去玩水是不是？我不掉了。哎呀，我不掉，我不掉。哎呀，又迟到一场免钱的。以上你讲的内容都会决定这些消费者到底他会怎么样选择，这关系到我们二手车价。我先讲啦，我觉得它灵活度全原厂其实还是一样灵活，但是它那个轮胎的扭动感真的会不安。对，扭动感觉对不对？很明显诶、欸。那你觉得？我觉得加速和回油的那个感觉差很多，就是会顺很多。特别是回油的时候，回油那个没有顿挫感，对不对？对，完全就进入那个是我告诉你，那是艾瑞斯的电脑。对、啊。然后管子有改啊，所以变得很好。管子真的太吵了，受不了。等到管子，我再说。这一段我要剪掉，我完全听不到。你毁谤我的管子，我完全听不到声音。对，不过这管子我真的想换掉，有点真的太吵，太吵了，真的太吵。刚一发动，我还没有吹油门，我就已经受不了。那时候在旁边那边讲，我就已经听不到你声音了。它刹车嘞，刹车你觉得有感？刹车我觉得那是因为你配你那个你的轮胎，要跟你的轮胎配才有用。我觉得如果是我那个月胎的话，我觉得我刹应该就跑出去。就是说轮胎受不了。对，我觉得，因为其实我自己有试过，就是直接踩那个后刹车，故意让它滑这样子。对，我踩到底直接是滑。但是我觉得你那个前轮如果那个那么刹车皮那么刹的很紧，没错的。但是我是说，如果有那个越野胎一刹，你会受不了，应该会滑。所以你先不要改，因为你觉得你轮胎受不了。对，让那个滑胎之后的那个压弯的倾倒感觉，我觉得那个骑公路真的是舒服非常多。嗯。不认识那个你也敢比较敢那个压去，不会怕。是现在是雨天，比较滑一点。对，好的，对啊，花钱啊。艾瑞斯可以改一下，是真的，那个真的舒服非常多。哎、欸，其实我手机现在可以连车子啊，我现在可以去改它的车。骚包，它那个 APP 很厉害，那功能很强。我那时候从那个五岭回来的时候，我有试着，它有那个公油曲线啊，但是因为我们少在那个头段的地方烧一个涵氧感知，所以它没办法读涵氧感知进那个 ECU 做判读，所以它不知道你现在在高三的时候它的浓淡的对应，你只能抓大概，然后我就把它浓油把它直接加了非常多，我加了好像10%吧，那整个车干没办法骑、欸，超笨的，我转下去几乎车子没有在跑，后来我就减到。2%就变得很顺，然后我再退回标准，我就觉得2%、1%感觉是比较舒服，你就可以去调那个功率。那你的后照镜根本看不到东西，你的后照镜根本没有见到用处。有个妈妈骑着摩托车载两个小孩子，就在我斜后方，后照镜根本上面看不见，完全看不见。当你比所有人快的时候，你就不需要后照镜了，不是？今天好闷哦，本来可以跑一些新的点去晃晃的，结果都在下雨。竟然跑到东木河这么无聊的地方，而且他连卤肉饭都没了，干！靠！推荐一下东木河的包种茶，好喝。然后他的卤肉饭好吃，但是现在已经没了，因为来太晚。大家如果有兴趣，可以来东木河吃一下，喝一下茶。今天呢，就是一个很废的一个 vlog， 但是呢，大家有比较到东西嘛？其实改这些东西还是有感的。接着我可能就会去改 Orange， 改完 Orange 之后，差不多就完整啊！我要去做彩绘了，到时候弄个彩绘，大家一起弄。你这样喷的，可是我没有喷的啦。你考上去不就毁了？你以后就回不来啊！还蛮多人考的、哦，你要骑一辈子就对了，传家就对了，没机会再换车。干，你不要那么没志气好不好？下一台一起换大鸟了啦！我靠，100多万而已，拼了啦！拼命啊！拼什么？儿子的教育费拿来拼了啊！干，回家要1.5万呢、欸。